正念咩？正念咧就係講咧，我哋咧愛選擇真實性嘅嘢。念佛往生嘅世界係真實嘅。我哋咧選擇好咗啦，你決定好咗，我今生嘅選擇人生嘅路向，咁咧你就冇去改。未可遇到人哋咧想騷擾你嘅咧，你咧就好清楚。所以人哋咧再加入啲錯誤嘅信息資料俾你，如果你唔接受咧，你又唔受影響；如果你一接受咧，你又俾影響咗，點知啊？好，講咗正念啦，下一段咧就講正定啦。你有咗正確嘅想法、真實性嘅想法咗，你跟住嘅修行咧就有定啦。正定嘅意思係咁，正定。在梵文的角度嚟講，就叫即係講三昧啊，入三昧啊，呢個念佛三昧，你聽唔聽過？念佛三昧呢個字眼咧，就係講正受我，我哋真真正正嘅就享受緊咩？我哋嘅心好定，唔受騷擾，唔受人哋嘅騷擾我哋啊，干擾我哋咧，就叫定啦。所以我哋要記住哦，正定咧。即是讲以无漏的智慧来修定，始终定呢是一切邪的境界摇动不了的。所以我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的跟你们讲的经呢，你们啊我能记得一句话，即是讲不论啊到什么地方去运用啊，都能够受用不浅的。但是呢你们啊一句話，如果都唔記得，全部都將佢忘記了啦。如果一境界一嚟咧，我哋咧就會被境界啊轉動啦，咁佢跟住境界走啦。咁樣呢啲就叫咧冇有正定啦。就好似有啲信徒咧，無論我講乜嘢哦，佢都講我知道。既然已經知道啦，咁又時還有長犯同樣嘅錯誤我，到底係知道唔知道啊？所以好多人說，我知道你師傅說我知道，回來時就不知道了。所以說，所以我們念佛的修行者，專注在西方，我們將心的緣跟阿彌陀佛拉上，就可以將我們身上的繩綁住誰？綁住阿彌陀佛身上的安的，專注著我哋嘅自然啊，每一个人都有自然嘅样。我哋嘅自然咧就是、西方，我哋嘅缘咧就系绑住阿弥陀佛，同佢扯到实实啦。哦，唔好摆甩佢啦。你边个啊？你可以摆甩你先生，唔想话唔好摆甩阿弥陀佛，你边个？而家将阿弥陀佛都摆甩咗，系好危险嘅，你知唔知啊？就冇人救得到你嘅。所以讲咧，我哋咧就唔俾景选择啦。所以我哋咧就勤修啊，念佛啦。所以念佛三昧咧就讲咩叫念佛三昧？我哋念佛念到开开心心啊，我哋咧正系享受紧啊念佛嘅呢种味道，你知唔知道？唔系俾我哋念佛人咧念到咁痛苦啊，咁烦恼，你知唔知啊？如果系念佛念到咁痛苦啊，咁烦恼咧，呢啲就唔系叫三昧啦，又唔系叫享受，你知唔知道？所以我哋讲咩叫正定咧？意思讲，我哋选择好爱念佛，到着世界气，我哋嘅心咧就唔爱最摇动啦。就算其他嘅法师啊，或者你听到其他经嘅讲法啦，仲有其他比呢个更加好嘅法门啦，你点选择？你受唔受动摇咧？所以讲我哋咧。我記住哦，修行咧，想要定落嚟咧，就等簡單講，我係念佛嘅人啊，想要定落嚟咧，只有一個方法，咩方法咧？先睇下自己，我係咩根性嘅人？意思講啊，我根性好唔好？好根性咧，你聽唔懂喎。就我嗰啲
質素好唔好啊？如果我質素唔好嘅咧，我就選擇簡單啲嘅好啦。理解冇？如果我哋唔明白我，我哋仲以為我哋嘅質素好好，你知唔知啊？到時咧就爛埋盤中啤嘅事，你慘慘嘅。所以個世間咧發悶咯，有無量咁多，你知唔知啊？但係我哋嘅選擇咧，之前啊，我哋嘅選擇任何發悶之前咧，我哋一定要檢視下自己，我係咩根性嘅人？如果我根性係好差嘅，咁我就選擇咧簡單容易嘅，我做得到嘅。咁嚟修行咧，你咧就唔會動搖啦。咁你心咧就定咗落嚟啦。尤其是咧年紀大嘅人咯，冇受教育，唔識字，咁你選擇咧，你做得到嘅，就係簡單就念佛法門，你做得到嘅。所以你心咧就定咗落嚟，其餘嘅事情咧，我乜都唔理啦。我就安心用了，運幾運住年紀都咁大了，在一世間嘅時間都冇幾多年可以活噶啦，咁啊乖乖做好自己嘅工作，哦，仔女已經大咗啦，有你嘅世界啦，哦，我講過，你做完咗你嘅責任，養大咗兒女啊，你嘅責任咧就做完啦，跟住未有計劃咧，就為自己策劃下。策劃自己啊，今生結束咗啊，下一次啊，我去邊度啊？而家就好策劃噶啦，唔好去做嚟做牛啊！做完咗牛，梗係做狗喎、啊。以前你聽過我講咯，年輕嘅時候啊，後生嘅時就做牛喎、啊，為兒女做牛，你知唔知啊？牛做完咗啦，老啊就做狗咯、啊，狗點樣看門咯、啊？仲有開嗰啲馬騮仔啊！所以講咧，年紀啊，就咁樣，人生過程咯，就咁簡單咯。所以講年紀大咧，就好同自己策劃下。而家念佛咧，正係你嘅時候啦。所以講我哋想啊，真正修行有定咧，就係講咧，我哋選擇好咗，我哋咧就唔會改變啦，一生念佛，到時世界。除咗你嘅根性非常好，你的能力非常强，我想帮更加多嘅人，你学其他嘅，你加强点样帮助众生咧？有一个入佛门嘅方法，咁你可以学多啲。如果我哋自己本身嘅事情都未搞掂，你就想去帮人哋，到时啊俾人拉落水嘅时候，你自己好自为之嘅。我讲，而家佛教好多。自己冇能力啦，就想去度众生，你知唔知道啊？一以为讲一归咗三宝，我就开始度众生咯。我话水都唔识游，就想跳去救人哋。到时大家谂住齐齐死，你知唔知道？所以讲想度众生咧，先问下自己：你度到你自己未？咩叫度到自己？我系咪稳定咗？我是不是已经选择好了？我对我的未后已经决定了，我不会错了。那我这个资格呢是帮助我身边的人。我告诉你，好像今天嘴到来说，如果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我呢就没有资格呢去帮助你。就是这么简单的说，首先先要帮到自己，你才有资格帮人。不要那么急，不要说、今天归了三宝，我开始打一个再做什么讲道众生。所以以前、我碰到很多出家人，出家人来了，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说法师啊，我想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出家呢？我就问你，为什么你想出家呢？我说出家就講道眾生啊！好講道，我問下今日做咗幾隻？我問下最慢而家做咗幾隻？一隻都未做到啊！咁樣出名就咁簡單。所以
本身唔我做嘅，我做我自己先。我第一个条件先做自己先。我可以帮到我自己啦，未来我生活好稳定啦，我唔会烦恼，唔会惊，又唔会惊，哇唔知收咩好啦。如果你自己好乱哦，都唔知收咩方法好啊，你冇资格行出去哦。快快去揾个师傅啊，搞清楚先啊，到底要行咩路啊，搞清楚先。练就好过你啦，有咗智慧啦，碰到任何人啊，你都系解决嘅问题。哦，唔系讲啊，行咗出去啊，人哋问你啊，俾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啦，人哋问你啊，我念佛啦，我皈咗三宝啊，我到底仲可唔可以食肉呢？嗱，好多人中意问咁多问题噶，有啲以为我皈三宝啊，到底我可唔可以食肉呢？如果你又帮一个人啊，佢问你呢个问题点咯？佢问你皈咗三宝，我就可唔可以食肉啊？你马上话头咯，师傅唔知冇教咧。就咁簡單喎，你就冇揾答喎。我講俾你聽，食肉食素咧，同念佛咧冇關係。我講真話俾你聽，食肉同食素咧，同念佛冇關係。念佛往生到世界，係你得意，係唔係佢嘅？同食肉同食素冇关系。阿弥陀佛嘅里边言咧，里边会讲食肉嚟唔到，佢又冇特别指明咧食素肯定嚟到。四十八言里边冇讲呢啲字眼，你知啊？我睇咗几十次又冇发觉到呢个问题。佢又冇讲食素一包你嚟，佢又冇讲食肉包你嚟唔到，冇讲。所以講食肉食素同你念佛冇關係，咁你講你中意食咩就食乜嘢，但係我記住，你好好念佛，好好發言去做世界好啦，冇帶住一罪過嘅心，冇帶住一罪過嘅想法嚟修行。如果不斷帶住一罪過嘅想法嚟修行咧，你好痛苦嘅，我發覺到我好多人啊，在修行當中啊，冇定嘅，點解得唔到心定落嚟啊？心點解唔定？就係我哋嘅想法冇辦法確定啊！如果我哋越清楚，聽經聽得越明白，越清楚我哋心咧就定咗落嚟嘅時候，我哋就唔擔心後邊嘅嘢啦。我告訴你，食素又是會死，食肉一樣會死。你有沒有聽過？我看過有些食素啊，食素啊，食了很多年啊，最後還是癌症死。食肉的人又是癌症死，兩個都是癌症死。为什么？因为心啊，想法出了问题，就是这里错误在先了。我告诉你，食素的人呢又是带着罪过，食肉的人呢又是带着罪过，吃来吃去就吃到罪过，一味罪過罪過，你知唔知啊？你講你快樂好奇怪。我哋講啊，每一個人生活嘅方式就自己，明白冇？真正嘅修行我冇強迫人哋，點解？冇係強迫人哋哦，冇講一歸咗三寶就強迫人哋一定食素，你知唔知個？有啲人未能夠接受喎。如果他的智慧開了，他的慈悲心增長了，你不用叫他的，他自然食素的，明白嗎？所以你要記住，
佛咧帮助众生我，佢从来咧冇去强迫过任何嘅众生。你记住啊，佛咧从来冇强迫过任何众生我。我哋做佛弟子咧修行啊，记住啊，唔好去强迫人哋。尤其是啊，刚啱开始学佛嘅人啊，你唔好强迫佢一定要咁做。所以每一个人根性咧唔一样。佛嘅当年嘅生活啊，讲你听我，我在佛经上嘅记载咧，喺研究释迦牟尼佛啊，一世人。我问你大家啊，记住啊，你哋有冇听到嘅嘢？我呢度咧讲俾你听啊，你知唔知道释迦牟尼佛啊？佢生前啊，佢系食素啊，食肉啊？你哋讲啊，我讲咧，释迦牟尼乜嘢都食，因为佛咧。其实冇分别心，众生俾乜嘢，佢就食乜嘢。啊，简单讲啊，释迦牟尼点样死嘅？你知唔知道？就系因为咧，食到最后一餐，仲系食紧肉，就系因为个信徒咧供养佢，最后咧佢将牙去往生嘅时候啊，遇到一个信徒咧。供養佢，供養咩俾佢食咗？嗰啲菇炒豬肉就中毒死咗，就咁樣。第一次中毒仲可以解，第二次咧追食冇得救啊！所以講冇力啊，就揾個地方好好往生肉世界。你講釋迦就食到最後仲係食肉，你知唔知啊？就係食肉中毒。因为就啲草菇啊，啲草菇有毒，你知唔知啊？就因为其实嗰个人冇心去害食啊，我哋佛嘅，佢唔知道嘅。佢又佛陀圣人啦，尊重佢，咁又穷喎，咁冇嘢供养啊。咁啊咁样话屋企后边啊，见到有菇啊，咪摘嗰啲菇啊。菇摘咗嚟咧，屋企又留翻多少肉，你知啊？就系菇炒之肉就供佛咯。佛唔可以讲唔食啊。佛一樣我接受啊！一食咗係第二次發作，第二次發作就借住咁嘅機緣咧，就往生嘅世界啦，往生啦，好，就係咁樣意思。咁你知道啊？我哋知道釋迦牟尼佛生前嘅飲食係點樣嘅，所以我哋咧學佛嘅人咯，唔好去強迫自己，唔好強迫自己。我哋咧，如果我哋跟大乘嘅佛教嚟讲，我全世界嘅佛教咧，只有大乘嘅佛教，就好似我哋咁着咁嘅衣服装噶，规定食素嘅啫。其他嘅佛教咧，系就你自己，你有食素，你肉你选择；你唔爱食素，你食肉系你选择。你嗰喇嘛好多，泰國、緬甸啊、印度啊，好多你都冇規定係點樣。只有中國嘅佛教咧，跟住中國傳統嘅方法咧，即係食素嘅。所以我將個理論講清楚俾你聽，我又冇贊成人哋一定要食素，我又冇講贊成人哋一定要食肉，係自己嘅選擇。你認為我用咩方法嚟過生活，我就選擇邊度。所以學佛咧，唔好去強迫人哋。一講歸依三寶就逼人哋一定要食素。我唔食過咧，就嗰啲罪過啦、業障深重啊、作孽啊，你一大堆啦，但係你報應啦。好多佛教徒咧就啱啱講咁嘅廢話，你知唔知啊？我講俾你聽，如果你咁樣叫度眾生，我眾生就嚇走曬，你知唔知啊？聽到你咁啊，走死冇命啊，俾我都走啊！咁聽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跟你讲，我就十几年前我出家的时候，我就问我师父，你知不知道？我在泰国出家，
最早叫咗向泰国出家。我话我师傅系泰国人，咁我哋泰国出家时啊托钵啦，咁托钵咧咪大众啦，信徒俾乜嘢我哋食乜嘢咁啫，冇得选择嘅咁。咁我就选择咧，有一日我自己想嘅，我想啊唔想食肉啊，咁我就同我师傅讲。我師傅就說吃素非常好，但是說你不要帶著惡毒的心來體驗，意思說我選擇吃青菜吃生菜沒有煮的，我說我沒有吃肉，那我研究的方法，那我師傅我不知道，我師傅答我，你說你吃素非常好，但是不要用惡毒的心來看其他的人吃肉。呢句話在我腦海到而家一直記得，我師傅，所以我師傅根本係冇排斥人哋。你講佛，你講兩聽，佛教我哋咧，眾生你愛誰行，我行善啦，唔好俾眾生起煩惱，唔好俾信徒煩惱，呢啲咧就係真真做翻出家人嘅本分。你哋我做真嘅佛弟子，都係一樣。不要用惡毒的心來看人家吃什麼，如果你是選擇吃素的你好，你又不要說自己清高，你明白嗎？你的心都是很平淡，明白嗎？你看到人家吃肉，你不要用惡毒的心來看他，如果你是修行的人，你還用惡毒心來看人家吃肉，你就已經錯了。所以當年我十幾年前我師父跟我說的話，所以我講經叫大乘經，我講大乘經給你聽。如果你的根性可以達到大乘的根性，你照大乘方法來修行，恭喜你，唔夠。如果你冇辦法做到，你選擇我做得到的就好了。所以我如果今天修淨土法門咧，就唔同生活上的飲食啊冇任何瓜葛，理解冇？因為咧，記住我，凡夫就係凡夫，凡夫就係凡夫。唔好以為凡夫想做法，想做菩薩，人哋真正做菩薩咧，個心啊係好慈悲哦，好善良嘅，你知唔知道啊？唔好似我哋做菩薩咯，心惡毒到死嘅，你知唔知啊？一味想人報應，你知唔知？喺我哋學佛嘅好多，你講菩薩咯，佢受咗菩薩戒翻嚟咯，話喺碌幾隻窿喎，呢度碌幾隻窿，呢度碌幾隻窿喎，話到時啊顯俾人睇咯，嗱喺我碌到幾隻，嗱我呢度幾隻，但係個心咧係食素啊，係嘛？但係個心咧就惡毒你啫。因為看你吃肉的罪過，罪過阿彌陀佛，罪過善多善多，這些是罪過的心，這些叫惡毒心。你做什麼菩薩？我問你，菩薩是這樣的嗎？所以很多人收錯了，你知不知道啊？我說事實的話給你聽，記住我今天說的真實，學佛的人呢，不要自己呃自己。我回去檢視一下自己，我只有提醒大家一句話，真正學佛的人呢，不要自己呃自己，不要以假的面目啊來呃人家，自己心不得就不得，為什麼作以為自己好好修行呢？所以好多人修行呢，以假心來修，你知唔知啊？一啲都唔真實喎。我俾你聽，念佛嘅人呢，唔好帶住消災。你真正有念佛嘅我，又唔好帶住咧，我燒咩業障？我講事實真話俾你聽，念佛就係念佛，就係咁樣。一種想法
念佛就是念佛，不要加第二个入嚟，不要加个我烧咩灾啦，我烧咩业啊？如果唔系咧，你仲系谂住个咩业障、业障罪业罪业，念到最后阿弥陀佛都系罪业，你就唔系纯正念阿弥陀佛啦。记住我，你唔好小睇我哋嘅呢个念头哦，你呢种想法哦。呢啲想法就會將來你嘅知啊！我講啊，你相信念佛，你選擇念佛，佛咧就有咁嘅能力，就有咁嘅威神力，你嘅業障你唔使諗，自然咧就消咗啦。我講俾你聽喎，佛經上有記載咗，講到好清楚，好明白。俾我哋聽過，在《淨土經》裏邊啊，觀無上經講過一聲，嗰都好清楚。自心念佛咯，自心念一聲佛號啊，能夠消八十億劫嘅生死重聚啊！講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自心咧就講、是，我哋咧念佛就係念佛，唔好起諗罪業。如果你念佛仲諗罪業咧，就唔係叫自心啦。因为你的业为什么不消，因为我还在想着罪业，你如果怎么消呢？你没有办法离开的，你知道你没有办法离开啊这个业，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罪业啊，你还在想着罪业啊，连一百万声啊都消不到啊，掉了又拿回来，掉了又拿回来，心死勾勾勾勾勾勾勾回来，因为你不舍得，你唔捨得個業離開，你知唔知道啊？所以好多人修行哦，乃至哦，一出家都幾十年咯，就係唔捨得個罪業離開，你知唔知啊？口我講啊，我離開罪業啊，我消滅罪業，喺嗰度又攞勾勾勾，唔攞翻嚟。天日又嚟咯喎，我消罪業，我拜拆，我消曬，等佢又掉咗啦，本嚟掉咗啦，又唔使睇到。又拉翻嚟啦！你講燒幾時啊？我講好多人講經啊，唔會講清楚俾你聽，你知唔知啊？我翻個講正實俾你聽，念佛就係念佛，咁樣嚟念佛咧，確確實實咁樣念佛咧，那個功效你就達到啦。後邊嘅你唔使諗個罪，到底用唔燒，你自然就燒。因為佛經講到點啊？自誠心念一聲佛號，能夠消我哋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我哋就因為咧唔相信，所以我哋咧點解得唔到利益？因為我哋第一個思想俾你入咗啦，人有罪業啊，罪業心痛啊，成日諗住咁樣嘢啊，呢個錯誤嘅信息第一個。所以到我哋今日咧聽到最好嘅，你呢個罪業都仲走出嚟遠㗎。就因为你想着个罪业啊，所以讲物罪业在前面咯，你的念佛在后面啊，点烧无可能烧啊！你不想将呢个离开，你不想将个罪业离开啊，咁你念佛点样入得你？不是念佛帮不到你烧罪业啊，是我哋不肯俾你离开，你不舍得个罪业走啊，你知唔知啊？你讲咁样念佛念到最后点样？你冇可能噶。你得不到好處的，我講嘅呢啲話冇人肯講啊，只有我咁講。因為點解咁講？我睇得太清楚，我唔係有意去毀謗人哋，我好事實真話俾你聽。因為我哋好多人未學佛之前啊，就已經認定咗自己有罪業咗，尤其是你學佛啦，更加強你知唔知啊？人哋講哇，罪心痛啊你哋。罪邊度嚟嘅？唔係你諗翻嚟嘅，自己成日諗啊，諗得太多啊！呢啲叫咩叫胡思亂想啊？就好似剛才問你嘅，我病好，就咁樣諗翻嚟嘅，病就咁樣諗翻嚟嘅，病同罪孽冇咩差別，係咁諗翻嚟嘅。成日諗住啊，呢度痛嗰度痛，嗰度痛，唔痛啲奇怪，你想痛咯？自己諗想痛咯，唔痛啦，唔痛啲奇怪。
所以好多學佛咧就錯曬，你知唔知道啊？我今日咧就講清楚俾你聽，佛經記載清楚錯，你唔好去擔心你嘅造業幾多。總之你自成心念佛，就係好簡單。自成心就係講念佛就係念佛，唔好去諗其他歪嘅，唔好去諗嘅負面嘅思想，唔好嘅。將佢放喺一邊，你係專心念佛就係念佛。後邊啊，字呢，我哋係多生多世嘅咧，無量劫以嚟噶，所有咧都會通過方法咧修成嘅。到時我哋嘅時間今生嘅緣到啦，我哋咧就開開心心到極世界去。你就唔使擔心我到底燒咗未，我業到底有冇燒曬，唔使諗。你想你都冇用嘅，多餘嘅。我今日教你哋修行咧，係好簡單、好直接。因為佛經咧，當年佛所講嘅嘢哦，係絕對咧一啲都冇假。係因為我哋咧受咗後人啦，後邊嘅人啊，添加咗自己嘅意思嚟解釋啊，你知嘛？我講啊，成日講個造業冇辦法燒嗰啲人哦。如果你第日聽到咩法師哦，咩大德居士就講經哦，講我哋造業冇辦法燒嘅人哦，你記住呢啲話哦。你講呢啲話係唔識，佢自己就冇辦法燒咗自己啦。因為咧，佢都唔想佢造業離開，佢太石氣咗，你知唔知啊？攬住一齊過生活，你知唔知啊？因為佢自己都冇辦法啦。因為佢依個想法都未辦法擺正過嚟啊，仲成個心啊諗住咩罪孽罪過罪過罪孽罪孽罪過，哦，中醫啦，自己身體啦，開始有咗問題啦，有病啦，自己有病咯，仲冇好去反省啊自己哦，反而再以為自己好修行哦。仲要跟你说什么？现在我烧紧罪孽，再说好话，你知道现在我烧紧罪孽，现在我有病就因为我有罪孽嘛，所以现在烧紧烧紧啊，冇病冇得烧啊，再咁样落台，再用嗰啲呃欺骗人哋嘅方法嚟保护自己面子，你知道？第日仲咁讲啊，你讲。師傅啊，你個罪唔係燒啊！你咁啊頂起一句啦，師傅啊，你業唔係燒啊？點解？因為咧，你從呢從揾緊業一大堆啊，點燒啫？哦，你但係佢講，你身體有病咧，你身體有病啊，係你自己想要病嘅，哦，唔係燒罪孽。你叫你想清楚啲嚟，我真嘅教你啊！如果你遇到冇師傅講啊，我有病啊，而家我燒緊做嘢，你講你係揾翻嚟嘅，抵你的病，唔係燒做嘢，冇用咁方法呃人。我講你睇事實嘅，因為你想有病就有病，所以我哋講唔好成日掛住啲做嘢啊。掛住都冇用噶啦，將佢離開，好好念佛。咁咧，你心咧就定咗落嚟啦。心定咗嚟咧，你就咧開開心心念佛不住世界。咁樣在今生嘅日子咧，你就好好享受念佛嗰種味道啦。自然咧就得到咩？得到佛菩薩嘅加持啦。點解喎？冇再揾我啦。所以好多信徒啊，仲喺度崇拜迷信，點解？嚟揾我啊！師傅話同我攞下啦，加持啊，我加你啫。如果我仲咁神奇咩啊？咁攞下就好啦。我講咧，好都係你自己好啊。其實邊個整好你係自己整好你自己嘅啫。我講啊，我而家唔會做呢個迷信嘅嘢。
時熟到你聽啊！我而家就我用嗰方法應酬你哋啦。我好事實嘅，我就算摸到你一百次都冇用嘅，因為你嘅心啊，你嘅想法錯誤咗。所以我想大家明白哦，我哋心啊唔定，你知唔知道？心唔定咧，諗埋一計都嗰啲胡思亂想啊！正會有今日咁嘅結果，你知唔知道啊？所以講，我真正做嘅念佛人咧，就好好念佛，冇再受人哋嘅影響。好，我哋繼續講啦，最後一句啦，如是等法啦，《彌陀經》裏面最後一句咧，如是等法咧係指前面所講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啦。所以呢度咧係二十五品、二十五道品啦。還有呢四念處、四正勤、四五足呢共成為呢三十七道品啦。所以我哋啊，我知道佛家講啊，叫做世界嘅人呢就係修緊呢啲法門啦。所以在我哋世間一樣係修，到咗極樂世界一樣都係修哦。所以跟住呢睇啦，三十七道品呢講完啦，你睇下下一段經文啦，我哋睇經文。祈禱眾生聞是音耳，皆悉念佛、念法、念生。呢一段咧就係講咧，上文就講極樂世界有種種嘅奇妙嘅雜色之鳥，日夜六時咧發出咧雅降雅嘅聲音啦。個聲音當中咧演唱三十七道品。而且呢極樂世界各土的眾生呢那些所往生的人聽聞了這些聲音之後呢皆悉都會念佛、念法、念生。所以這段呢就表示呢表示說如果那些音樂啊只是被人家呢娛樂啊被人歡喜的呢就毫無價值了。所以叫做世界發出的聲音呢不是讓我們開心娛樂的，你知不知道？不像現在的音樂，我們世界音樂被人聽歌就是聽了就開心了，唱歌跳下舞這樣對自己沒有利益。所以叫做世界的聲音呢，那些音樂發出來的呢不是這樣給我們快樂，不是只是說給你聽個開心就算數，是有意思在裡面，這樣呢正有價值。所以因為聲音當中能夠演唱三十七道品，能夠使眾生聽聞到這些聲音，皆能夠憶念佛啦，法生三寶，其實就會念起個佛、念法、念生，這個容易啊。所以啊，這些是有益的聲音，自然呢不同意我哋平凡嘅嗰啲音響啊，我哋大家知道，所以由此可見啊，見到世界嘅清淨莊嚴啊，眾妙説法有方，能夠契合當時每一個往生嘅世界嗰啲根性啊，俾佢哋嘅機性啊，嘅機緣啊，意思講好契機啊，合情合理啊，嚟俾佢聽聞咗佛法嘅人咧。就能夠開悟修行啦，所以能夠使聽聞呢個發音者咧，能夠咧發起聰明，所以講就能夠發菩提心，呢啲咧都係阿彌陀佛哦，不可思議嘅原力咧所成就過。所以你記住哦，《彌陀經》裏邊咧總共哦有兩段哦，有兩段咧就係講咧都係念佛、念法、念生哦。咁呢度第二段又出現咧，又係更深一層嘅意思，點知啊？點解個個世界嗰種念佛係咩佛咧？大家要記住，我簡單解釋過，呢個佛字咧就係覺覺悟嘅意思。意思講，凡係往生到個世界，每一位菩薩我都係。每人咧提升自己，越嚟越覺悟，覺
覺悟的意思。覺悟是什麼意思呢？用現代話就是粉底一個字，知，知道的知。什麼叫知？你都明白嗎？你們知不知道？知那個字怎麼解釋？如果你知道的話，你就是佛。如果你不知道呢，就不是佛。現在很，我講覺悟，你不明白我。我講知道這個字，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嗎？佛就好等於我，乜嘢事情我一睇一聽我就知道。如果你能夠做到呢，咩任何事情嚟到，我哋一聽一睇就知啦，你就係佛，就係咁簡單啫。所以佛講啊，釋迦牟尼當年講啊，每一個眾生本嚟呢都具足咗成佛嘅。佛講啊，每個眾生本嚟就係佛。佛呢個字就講知，你知冇？如果呢個事情嚟，我仲唔知啊，就唔係佛咯。點解釋迦牟尼當年啊，佢稱呼佢自己叫咩？個覺者啊，佢稱呼自己叫覺者，你知唔知啊？佢又唔會稱呼佢 叫人，你知唔知啊？所以呢個有故事嘅呢個，曾經有咁嘅故事咗，就開始從咁樣開始過。曾經有一個人咧，有一日行路喎，就見到地下有一個好大嘅腳印，你知唔知啊？係見到個腳印咧，好奇怪，個腳印裏邊踩落去啊，有花紋嘅，你知唔知啊？好似有朵蓮花嘅花紋咁啦。哦，有個好靚嘅圖案啦，就意思咁樣啦。你覺得呢個地下呢、這個腳印咧，唔係普通人，佢咧就好吸引你。咁跟住腳印咧，一路行，一路尋找啊！終於去到見到一棵樹底嗰度，有一個人坐住喺度，冇其他。咁佢行過去問我：問你到底你係邊個？佢就問我奇奇怪怪問，佢問：啊，你係咪神啊？唔係。你係仙我？唔係。哦。問你係鬼我？唔係。哦。所有嘅識嘅字眼啊，問曬咯。咁我問到最後，你係咪人？結果唔係。咁我覺得奇怪哦，到底嗰咪遇到咩邊個啊？遇到咩？問你係咪魔啊、妖怪啊？全部都唔係。所以冇辦法問啦。佢所諗到嘅字眼所識嘅，冇辦法答。咁我問啦，到底你邊個？想唔識嘅我？佢就講嘅，我係覺者。佢講我就係佛。佛嘅意思講，我就係覺者。從來未聽過，點解稱呼叫自己叫國者呢？意思話你問我任何嘅嘢，我都知道，就係叫國者咯。宇宙人生真相，好咁嗰個係阿士氣咯喎。你講你係國者啊？點講？呢棵樹啊，到上邊啊，有幾多張葉？其實唔使諗啊，即刻就答起一個數目，就答到個數目啊。企為企呃企亂啊！呢個係即刻就揾一堆人將成棵樹嘅樹全部摘曬嚟計下，準準一張都未多又未少，先佩服佢。所以講，所以呢個叫咩？佛呢個字咧就講覺，佢就知道，佢唔使講爬上去數下先同你得。所以我哋講佛呢個字就係叫知。所以咩事情難唔到佢，所以佢有資格稱呼叫佛。所以佛講啊，釋迦牟尼當年講一個，我哋每一個眾生我本嚟就有培足咗咁嘅能力咯，就因為我哋咧唔識攞嚟用，我哋咧就俾咗錯誤嘅信息啊，幾千萬年嚟啊，俾錯誤嘅信息輸入咗嚟。變成咗咧，我哋失去咗呢個功能，就導致我哋今日咧乜嘢都唔知道。所以我哋咧，今日你哋歸三寶嚟學佛，
記住我今日講過，你唔係行緊咩路，你係行緊咧，我想尋找我知道嘅路。意思講係尋找啊，揾翻嚟我知道嘅路。今日你歸三寶咧，係行緊一個揾翻我本嚟知道嘅路。你咁樣就行緊咧呢條路啦。所以這個路呢就是呢覺悟的路。怎麼樣坐到睡覺了，是不是睡著了？ 是不是我說的那些太好聽了，我聽到睡著了。所以我告訴你，我學佛呢就是學習呢，我們行緊的路就是找回我們行緊的知道的路。菩提啊，菩提就是那覺悟的路啊，你知道我們行緊的覺悟的路。所以我們說啊，當年佛出世的世間呢所講的道理給我們聽啊，完完全全呢就是叫我們恢復回我們本來知道的。我加深一層句大家聽，知這個字是怎樣的？知呢就是說呢，我不需要經過我的思考直接的你就叫知道。如果我們呢還經過思考正知道呢，叫什麼？叫感知。感覺到了正知道。我打一個比喻啊，看著我，我打個比喻，我這裡有一隻杯，你說我這個杯，如果我們用直接的方法呢，我不用經過思想到底這個是什麼東西來的，我不需要經過思想，如果我就經過思想呢是搞清楚，哦，這個叫杯，那這個叫什麼？你感覺到正知道，叫感知啊！我係手去摸下佢，攞起身嚟睇下清楚。哦，原來呢個叫杯，咁呢叫咩？經過思想咗之後，正嚟知道嘅就叫感知啦。而家我唔需要經過，我一眼望起呢個就係杯，呢個咧直接啊就叫知啦。點解我就打一個比喻，我哋。我冇人嘅地址，我唔需要揸张地址，我睇清楚啦。哦，呢个人自香港，理解我？我系去到香港揾，哦嗱，你自香港噶，原来你香港嚟噶。呢啲叫咩？我感觉咗先知道。所以知呢个字咧就唔需要即刻就知道，哦，你系香港就得啦，唔使经过咁多层次。所以你就知道，知呢個字眼咧就係佛啦，就係叫覺悟嘅意思啦。因為講覺悟咧，大家聽唔清楚，你知啊？我都知，有啲連知都搞唔清楚，你知啊？我講得清楚俾你聽啊！有啲人連知都唔知道啊，呢個字眼啊，唔知咩叫知，你知啊？嗱，你大家我。就感受一下，我俾你，你就知道噶啦。啊，試下，你大家計亂寫，大家互相搣一下，大家搣一下，你就知道唔痛唔痛。嗰、那個就叫知啦。如果搣嘢都唔感覺嘅，就唔知啦。呢、這個叫就係咁簡單啦。知呢個字啊，就你搣到，哦，我知道啦。你識反應喎，如果搣起都冇感覺，其實唔知啊，呢啲唔知喎，啲心都係死咗咁滯喎，佢唔知啦。因為知個字咧，有啲人唔認識我，我咁講得更加白話啲咯，我懂嘛？而家我講嘅懂嘛？到底懂唔懂啊？懂就叫知啦。就是这么简单了。
我讲呢个佛呢个字咧，本嚟咧系好简单嘅，就系因为我哋咧即系搞唔清楚啊。第日咯，你哋今日听咗我演讲嗬，翻起咗你哋嘅屋企嗬，遇到身边嘅人嗬，有啲佛学念佛嘅好，修行嘅好，成佛嘅人啊，个个都讲话成佛啦，你就问一个问题：咩叫佛？你知唔知道？唔知成咩佛啊？你理解我？你就问起一个咁样问题啦，你懂嘛？唔懂啊，就唔系叫佛咯，就咁简单。我讲佛呢个字搞清楚咗，我哋就唔会迷信，就唔使将个木头咁死拜到个死面生咁啦。成日同佢敲头，敲到呢个肿瘤黑到晒，都未成佛，你知唔知啊？我今日教你成佛咧，系好简单。当然识翻我哋就教我哋咧。任何事情學習咗你就知道，就叫佛啦。你咁样學咧，就越嚟越有智慧，越嚟越有智慧咧，你就越嚟越似佛啦。明解冇？唔使将头发剃光晒嘅，又唔使变个连个相嘅，唔使整容嘅，你知唔知道？我讲俾你听咯，成佛咧好简单。你而家系咩样就照翻个样，但系你嘅智慧提升咗，你眼冇改变，耳朵冇改变，路冇画出嚟细个，就系咁简单。但系你提升咗，呢个叫咩？我讲啊，人人都可以做到。知你知道咗啦，越学习越多，你知得越多，咁咧你嘅层次就越高。明白喎，學到最後啦，任何所有嘅宇宙啊，我哋全部知道曬，就叫大圓滿噶。明白喎，所以講成佛唔會好難，所以人哋念佛嘅意思就係咁樣念喎。而家我哋念佛係咩？記住，我哋係念緊咩佛？係念緊阿彌陀佛嘅名號。記住我分開層次嚟講喎。而家我哋冇辦法做到咁高嘅層次咧，我哋咧就做咧念佛嘅念頭嘅層次，先換個環境，到咗極樂世界，轉換環境啊，到咗極樂世界嗰度咧有一位聖者啊，就教緊我哋，所以我哋喺度學咧，好快咧就乜嘢都知道曬啦。呢個係釋迦牟尼佛。特別咧，為我哋介紹嘅，在當年我釋迦牟尼佛嘅時代咧，呢、這個念佛法門咧就唔係意思話念呢個南無阿彌陀佛嘅法門啦，唔係好普遍。點解？點解當時唔咁普遍咧？因為咧，佛親自坐像啊，你有咩事你問我咪得咯，使咩咁念？明解冇？所以當時佛就在嘛，仲在世間，所以你見到佢，佢就可以幫你解決問題。所以嗰陣時念佛嘅人咧，念南無阿彌陀佛嘅名號嘅人好少。所以佛咧就考慮到咧，第日我唔在世啦，我呢個肉體會壞咯，咁未後落嚟嘅弟子啊，點樣好咧？應該係點樣修咧？所以就介紹啊，我同我哋呢啲未後嘅啲佛弟子啊，安排一個方法俾佢，佢就叫你哋專心念南無阿彌陀佛，發願求生到極樂世界，去到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繼續學，咁咧就同我哋鋪好咗個後路啊。因為而家我哋驗到一個真正嘅佛出世嚟指導我哋嘛，下一尊佛。有一等幾十萬億，我幾十萬億年咁耐，我係死咗變成灰都未出見到一尊佛，你知唔知道？所以佛咧太慈悲咗啊，為我哋考慮到實在太周到咗呢個，所以我哋點解拜佛咧？點解我哋向佛頂禮咧？
因为知道佛的悲心啊，所以我哋今日拜祈咧，唔系求佢同我师父像样，就唔系求佢祈福俾我依家。我哋系点样拜？系感恩祈啊，以恭敬嘅心嚟感恩祈哦。感恩祈咧，我哋时时刻刻就念紧咧佛对我哋嘅恩德啊。我哋咧做佛嘅弟子啊，无可回报佛啊，你知唔知啊？所以我哋只有用我哋嘅身体咧，诚心诚意向你顶礼。你咁拜佛咧，就一啲都唔迷信，你知唔知啊？我又唔系祈求佢帮我乜嘢，又唔系佢赐啲福俾我，又唔系叫佢保佑我平安。所以讲，我哋见到呢个佛像，就代表咧我哋纪念紧佢嘛。佢唔系叫我哋崇拜紧呢个木头，你知唔知道啊？大家记住我。我今日讲一个咁嘅道理俾你听咧，就阿纠正过嚟，唔好当我哋龟山堡系迷信嘅，系以崇拜嘅方法。你真正明白佛法嘅人咯，你今日喺度拜佛咯，你系感恩嘅啫。感恩释迦牟尼佛啊，为我哋策划到非常好嘅啫。因为你考虑到佛唔在世嘅时候，你哋点样修？佢谂到第日佛经啊会俾人改到好犀利，你知唔知道啊？会错误嘅传达，你知唔知啊？考虑到我哋未后嘅弟子啊，好可怜，知唔知啊？又冇一个亲自嘅正知正见嘅嚟指导你，所以只有教我哋咩？好好念佛，专心念佛，度过世界气。所以在今一生想大彻大悟嘅好少，你知唔知啊？所以净系为我哋考虑，点解一定要劝你度过世界，系佢用心良苦啊！我今日讲咗咁多年啦，都系讲紧同一件事，你知唔知道？所以你又了解佛嘅悲心系点嚟嘅？如果我哋越明白越清楚，哦，原来佛系咁嘅意思啊！我哋就唔会误解错嘅意思啊！咁样啊，第日咧，我哋咧就系个学佛嘅真正佛弟子啦，唔系俾人讲我归佛系迷信嘅，系一种宗教信仰。唔提哦，我讲你听哦。第一唔使特别做啲咩奇怪嘅仪式啊！我讲你听啊，你指到几靓嘅斋菜啊，佛都冇办法走出去食啊！讲翻就系你食嘅啫，最后拜嚟拜咧，拜嚟拜嘅落你肚里边。讲你听。你供佛咧，系代表个心意啫。记住，唔系佛走出去食，系你自己食。买几靓生果都系你自己食，好简单的道理。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咧，唔好最迷信啦。好，大家记唔记得呢个佛呢个字咧，就叫知啦。觉就等于知啦，知咧等于懂啦。你懂咗啦。你就是佛啦，所以我今日讲嘅呢个道理俾你听咧，一啲都冇迷信。我记录世界嘅每一位菩萨咧，都系念紧咒，佢念呢个佛字咧，唔系念紧你所讲名号嗰只佛咯。而家我哋念紧名号嘅佛咧，系俾我哋咧换个环境对住世界好，冇我哋唔知点修嘅啩，我唔多条路嘅啫。终于呢个五路咧，已经好明确指俾你哋啦。希望大家重新又醒啦，啊，唔好再好似以前錯誤嘅方法再傻氣啦。如果係傻氣，唔知傻咗幾次啦。所以個世界從今開始咯，俾自己快樂就啱啦，俾自己開心，覺得越開心越快樂，咁咧你就真正嘅佛弟子啦，咁真正佛弟子就啱啦。好，今日時間到啊，講到此為止啦。